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鄂尔多男孩，这是一个朋友，一个哈曼卡顿的啊音响，这音响造型很奇特，你看，这么整个一个圆弧，这是个提手，然后这两边是这样的，两边一边两个喇叭，很好玩的这个造型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，很有意思，很有个性，我连蓝牙它也可以连上，但是放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没声音，我这放了歌它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准备把这个拆开来看一下啊！哇，这边是上电池的，我的天呐，我还以为这里面是装那个锂电池充电的那种。哈曼卡顿，这是哪个？输入18伏，中国制造，Made in China，就是在国内代工的产品。这个完全打开之后，我们看这里面的做工啊，还是相当 OK 的啊。你看这些线上面全部都缠了这个软泡沫隔离，然后这个主板上面做工非常扎实啊，这么大的散热片，这个电感上面这边打了黑胶，这个喇叭也非常可以啊。我看了一下，很长的冲程啊，就是超长冲程的那个喇叭，效果应该相当不错，而且它的设计很独特。这里有一根导向管，从这里穿到这里来，然后这里外面像是做成一个喇叭一样的，其实并没有喇叭，它只是一个导向管接到这里，这样可以加强低音的效果。然后这个是双层电路板，我们待会儿把这个拆开来看一下。现在供电电压18伏直接上去了，有电的说明功放应该是得到电压，但是功放没有输出，这功放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准备把这个拆开来看一下。这个多排线它插针直接焊上了，为什么不剪掉柱子？因为我没有这个柱子啊，剪断之后我没得换了，所以我就不想剪。好，啊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吹牛真的是九牛二虎之力，太麻烦了。先把这个给弄开啊，我把这上面焊锡给它弄一下。排针清理差不多，然后这个把这功放散热片给它搞开，我们看看功放的型号。哼，都是粘性的啊，都是粘性的导热的。RA5108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查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啊。排线我们给它搞下来了，但是我们又想跟这上面连接起来，这样比较好测试。跟这个，我们用这个杜邦线来连一下。顺序没有错，顺序要错了就麻烦了，搞不好会烧机子啊！在网上查资料没查着，然后朋友们帮我找了一下，给我发了一个 PTF 啊。17角和36角都是输出电源。输出的电压也有，也不知道静音控制到底是多少伏哎，这上面也没提示。3.3伏，静音控制有3.3伏电压，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这上面也有发热，但是就是没有声音。先连个手机再试一下啊。哎，怎么又有声音了？现在好像，但声音比较小啊。So you talk.声音是有的，声音不够大。我们再把另外一边喇叭接上来测试一下啊。这喇叭突然怎么就有声音了？我还没做任何处理呢，就是换了一个排线。这个是声音也有了，但是声音感觉不是太大，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是没有装箱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。这就是没有装上去的原因。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声音，我装一下就有声音呢？我怀疑是这边这个接插件上面接头可能有问题。之前因为我拆这个时候呢，发现这个电源上面好像焊锡非常少，这电源引脚第一脚，我怀疑是不是这个问题。我们重新把这个给它装回去啊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散热器下面这个散热器给它装上，试一下啊，看看声音会不会大一点。
太大，我们现在用线路输入看声音会不会大一点啊。可能是连蓝牙之后它有个限制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有限制。连了这个线路输入之后，声音超级大，大到耳朵都要震聋了。我现在可以装机了啊，装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到这儿结束了。喜欢朋友可点个关注、转发，快点。